龙帅，你身份如此尊贵，怎可去林家做一名保安？林家有难，我必维护。可是，我已已决，无需多言。 什么？那你踩成要摔倒，我扶着你。自作多情。你说我自作多情？那不是吗？那就是吧。你个混蛋，你干什么？ 你个混蛋，找死！记住，这是对你冤枉好人的惩罚。你个混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明总来了。 林总绝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林总裁。哎，你不会是暗恋林总吧？暗恋林总，我配呀！保安，过来帮我搬下东西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你一个保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我上班，很意外吗？什么？上班？你在这儿上班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前天来的，有问题吗？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我现在就把你开除。恐怕你还没这个权利。我是这个集团的总裁，你说我没这个权利？对，我就是这么觉得的。行，我马上就让你看看你是怎么狼狈滚蛋的。人事部吗？让负责人马上来保安亭。 李总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个保安给我开除了。还有，以后人事部招人的时候给我注意点，像这种人你也有问题的，不能招来恶心我。什么？不让你马上把他开除？耳聋啊？没听到吗？这不能啊，不能开除。不能开除他？为什么？ 林总，这我也不知道，董事长说的，不能开除。什么？我爸说的？你的胡说什么？我爸会认识一个保安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认识我爸？你爸请我来，请你来的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们云锦集团可是上市公司，要什么人才没有？会缺你一个保安？这样，你有问题，你问你爸去。我在工作，你不要打扰我。 岂有此理！你居然喧宾夺主，搞不清自己位置。好，我今天非得让你滚蛋。喂，爸，我要开除一个叫李龙的保安，人事部不让我开除，说是你请来的，有这回事吗？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才请回来的。一个小小的保安，要你去请？我做事啊，自有原因的。 爸，你可得对他好一点哦。什么？我一个总裁让我对一个保安好点儿？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什么？你要开除我？你跟我爸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到底是不是我爸私生子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爸会让私生子做保安？ 那为什么他对你这么特殊照顾？因为他想要我娶你。胡说八道！你觉得我会看上你这个小保安？你没有搞清楚状况，是我没看上你。你爸当时给了我两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要么娶你，要么
在公司做保安，我选择了保安。你是疯了吧？冤枉的看到你。一个臭保安还说我爸希望他娶我，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吗？我最喜欢的是龙帅这种保家卫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这辈子我都非他不嫁。我靠，龙哥，什么情况？你竟然认识董事长？哎，董事长不会真的让你去里面选？我就吹个牛，我他妈当什么真？林总，我等着你开除我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会有办法让你滚蛋的。你们站好岗，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好嘞。我跟你说，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脚下打滑摔倒了。来，美女，我敬你一个，给你们赔个礼，道个歉。来，不用了，你走吧。哎，哎，有人过生日啊？那恭喜恭喜！来，美女，能认识就是个缘分，让我们为缘分来干一杯。来，都说了不用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好。你继续、啊、我有我先去车里休息一下，你们先玩，小心翼翼啊。不愧是林家千金，长得是真美呀、啊，娇滴滴、水嫩嫩，妈的，真是个漂亮人！看这皮肤白的哟，我都想摸摸。你不想活了？陆少看上的女人，你敢碰？不要走，给陆少打电话。好，我马上打。你谁啊？干什么呢？我说我走错地方了，你听。走错地方？我看你来找事儿的吧。如果我就是来找事，哎呀妈的，我看你是来找死的吧。嘿，你这跪下，你不是要打我吗？别那么客气啊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地上凉，快起来，我来找死的。妈的，太狂了。啊啊啊！怎么着呀？我头都伸过来让你打，你打自己，几个意思？瞧不起我不值得你打吗？不打我的话，那我打你吧。爬起来，打我！
我？别管闲事儿，我这是在威胁你，威胁我。他是谁？怎么了？他是我女朋友。大哥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他妈还问怎么了？你没找地方照照你自己，都他妈丑成泪云云了，你还能找女朋友？说，他是谁？是，我猜你是想死的。是我们绑来的。绑来干啥？绑来干啥？绑来干啥？他妈不说是吧？你说不说？我说，我说，我们是帮陆少，帮陆少绑的。陆少是谁？完了，好人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热。别这样。我不要。你怎么了？我好热。别这样。我不要。赶紧滚。不应该带着你出来保护你，搞得我的失身了。啊！你混蛋，你干了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，无缘无故的好吧？你混蛋，你完了！我要报警，把这个混蛋抓起来！你报警吧，明天整个龙城都会知道你失身的。我会用我的手段让你死得很惨的。你忘记你在酒吧里头晕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在你的酒里下药绑架你，我跟来救你，结果你正好药性发作，然后我警告你，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。你们保安，你们先死吧。臭保安。龙帅，龙帅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李氏这辈子非你不嫁，可是我竟然被一个臭保安给糟蹋了。站住！放下来看看。小子，你谁啊？打开看看。你他妈谁啊？老子扛的东西凭什么给你看？滚！你最好不要违背我的意志。我要去死吧！滚！你他妈给我等着！跑什么呀？我还想死吗？喂，喂，醒醒！
这是哪里？你被人装麻袋里，我救了你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睡觉吧。你干什么？我明天还要上班，睡觉啊。那我走。哎呀，我怎么站不起来了？你被人重击后呢，又被闷在麻袋里窒息，导致大脑神经受损，很可能瘫痪了。啊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。又不是我伤害的你，什么放过你？那你送我去医院。除了我，天下没有第二家医院可以治愈瘫痪。那怎么办啊？先睡觉吧。我上班去了，回来再给你治疗。咋还没来？急点啊！来了。干他！虎哥，昨天晚上就是这小子坏我们的事。李龙，张小虎，丽丽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？你对我好又怎样？一个穷光蛋还没用，我只喜欢强者。很好，让你看看我的强大。操！操！你才光够强，不给我强女红。操！去！让你好好洗把脸。来，对付，给你好好洗洗脸。怎么，虎哥，你认识他？那必须的，当年被我踩得最惨的废物之一。那这小子还敢嚣张坏我们的事儿？他妈的，现在给我跪下说话！他妈的，现在给我跪下说话！如果我膝盖太硬跪不下呢？那就打得你跪下说。我们的账该好好算算。你别过来，我现在是跟陆少混的，你敢动我，我陆少分分钟灭你全家。陆少怎么吓着了？龙城四大恶少，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。哎呦我去，你跟他的呀？吴大伙惹错人了。知道错了吧，自废一手，老子啊饶你狗命。妈的，给你脸了。救命！抢我女人！抢我女人！住手！住手！林总，有事吗？你真的是无法无天了，竟敢当街打人！你有点傻，我不想跟你解释。你没命令。救他！他疯了！你救我！你再敢打人试试？行，我今天就饶你一命。姓李的，你最好识相一点，自己从公司滚蛋。行，那我滚了。喂。爸，你到底说了什么？让李龙走了？他自己人品有问题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去给我把琴回来。不可能，如果今天十二点之前他没回来的话，咱们的父女关系啊到此为止。他究竟是你什么人啊？你要这么护着他？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，就这样吧。是他，有点意思。
哎，起来了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我家里有很多钱，你要多少我都给你。我都说了，不是我绑的你。来吧，我给你治疗。来，放心趴着吧，我给你治疗。你还想不想治好了？想的话就听我的。忍着点，不是舒服。岂有此理！能让我跟这种小人道歉？这个混蛋，居然在大白天干这种事情！你来干什么？我之前态度有点不好，所以想跟你道个歉。啊，可以了，你走吧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事吗？我想你跟我回去。你在求我？就算是吧。那你情我愿。你别太过分啊，我告诉你。那就没得谈。哎，你这。臭保安，臭保安！爸，李龙回公司了没有？我喊了他，他不回来。哎，你受一通气啊，出去吧。公司的事嘛，我也会安排人来接手的。你说真的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？当然了。你跟那个保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他到底是不是你的私生子？我做事情啊，不需要向你汇报，你照做就是。好。那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。姑姑，你告诉我，我爸到底有没有私生子？小雪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妈去世十几年了，你爸都没再娶，怎么可能有私生子啊？那他为什么因为一个保安要跟我断绝关系？你爸从军退伍，白手起家，站在如今的巅峰，他做事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不管，他不认我，我就不认他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爸他现在肺癌晚期，已经活不了多久了。你说什么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感冒。我爸真的肺癌晚期了吗？所以啊，你爸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吧。行了，先休息吧。我感觉舒服多了耶。哥哥，你是医生吗？算吧。哥哥，你真不是坏人吗？如果我是坏人的话，你恐怕都怀孕了。那是谁打晕了我？我救了你之后就没管他们，让他们跑了。谢谢哥哥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好吧，这家伙就住这里。好吧，这家伙就住这里，给我传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小子，瞎了狗眼！竟敢绑架我家小姐！你家小姐？你们是武道江家？小子，自己准备好怎么死吧！我女儿！爸，是你吗？雨涵，雨涵，你怎么样了？爸，我的腿不能走路了。
岂有此理！给我把这混蛋废了！给我把这混蛋废了！等等，怎么了？不是你龙哥哥害的我，是他救了我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嫂子，有点本事啊！太爷怎么收拾你了？住手！好了。警方部门给先生赔罪，惹了我，赔罪就行。嫂子，你说什么？住口！好了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有事跟你说话，赶紧跟这位先生道歉，否则江家不容你。是，对不起，带着你女儿滚吧。小女自己听说先生能治，还请先生担待。我就是让你知道我能治，但我不会治。为什么？我妈叫江玉玲。江玉玲，我说你爸是林海洲，很难得你还记得我爸。小龙，你吃饭。我爸爸去那边。林海洲，你想不到吧？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你。宋飞哥，你是真不理解，我和玉林是真心相爱，孩子都五岁了。大哥，你告诉爸，放过我们吧。放过你？你这个贱人！你丢尽了江家的脸，今日李海洲跟那个野种必死。玉林，你带着小龙先走。李姐，上！玉林，快走！不好，别让这小猪头跑了！是，是。其实这些年你外公也很后悔，我本来对你妈妈不后悔，后悔有用吗？我爸能活过来吗？你爸死了？江家派人杀的，还跟我装糊涂？不可能，江家怎么可能杀你爸？我亲眼所见，从北斗带人干的，还能有假？这事定有隐情，我回去问你妈，我先进去了。不必了，带着你女儿问吧。此后我和江家有仇无仇，带句话回去，江家灭亡进入倒计时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不是说了吗？我可以养你，你为什么非得来护这个累呢？妈，救救命！你行啊，就慌了。你呀，你不赶紧找个媳妇给妈生个孙子？妈，这事得看缘分，媳妇来的。我知道，现在你的要求高。哎，你现在孙子还能动吗？姐，你在干嘛？现在上班时间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店长，我儿子来了，我跟他说两句话。你儿子来了了不起啊？你没遇到这多余，想干就干，不干就滚，人丑人要脸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哼，我怎么说话的要你管。我告诉你，我妈只是不想闲着才出来做事儿，你别狗眼看人低。哼，穷就算了还装逼，难怪是个老光棍。我今天不教你做人我都对不起社会，把你老板叫出来，我要他开除你。你能要点脸吗？就凭你一个服务员的儿子要开除我，你是个傻子吧？喂，行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我给你20分钟，马上到我定位的地方来。哼，别装了，我现在就决定开除你，自己滚蛋吧。
店长，店长，是我不好，你就扣我的钱吧，别开除我了。没用了，要怪就怪你儿子，屁本事没有，还出来装。小龙，赶紧跟店长道个歉吧。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我要你马上把这家店买下来，送给我妈。怎么着？你请的演员还不配合你？还没对过戏吧？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。好。演，我看你演。今天就谁说穷都没有用，不把你妈给开除了，我在店里白干了。已经分不下去了。还在演？你真的以为花几百块钱租辆车就成大款了呀？你等会儿就知道。我等着，我等着看你们怎么出手。嘿，老板，哪位是林总？我是。林总，是您要买我的店吗？是我阿姨买。好好，我立马安排并行手续。老板，老板，这些都是骗子，你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放屁。林总可是我们龙城首富千金，云顶集团总裁，你说他是骗子？好了，现在你被开除了，自己滚了。别，我不能没有工作，还有房贷没有房，求求你了。你不是喜欢开除人吗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帮我求求情吧，我一定改。你以前天天骂人。你还想着我吧，你自己走吧。妈，这个店就交给你了，先走了。老板，我求你了，原谅我一次吧。我没有原谅别人的时候。现在可以回公司了吧？你的承诺好像还没兑现吧？我已经帮你把超市买下来了。买超市的钱耗尽了，我要的是你清理。你有权利拒绝，我有权利下车。你要知道，得我者得天下。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就范吧。岂有此理！一个江家外种竟敢如此狂妄！当初就要你斩草除根，非给自己留下后患。怎么办？当初真是你们杀了林海真，难道不该？怎么说玉英也是我们江家骨肉，我们怎能杀她丈夫偷她孩子？她是家族蒙羞，就得承担后果，有问题吗？我可是问了，现在雨涵的瘫痪之症各大医院都没法治，能不治就不治呗，轮到江家还得像一个外种低头。大概忘了，北都燕公子今日要来龙城向雨涵提亲，你惹得起燕家？雨涵的病是必须得治的，但向这野种低头也是不可能的。怎么，连家人都不认识了？父亲这次让我们来，希望能带你回家。他派人杀我丈夫，早就不是我父亲了。你可以不认我们好父亲，但母亲从小疼你，如今病危，命不久矣，你难道不想见他最后一面？妈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们不是说妈病危吗？这只是个借口，喊你回来是有另外的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你那个当年没被杀死的儿子，据说想找江家算账。那你喊他来，我要跟他好好算一算。他在外漂泊了10年，回来还不到一星期，又怎么惹你们了？那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你给他打电话吧。哎，龙哥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呀？本事这么厉害。还有，你都认识董事长了，怎么还当个保安啊？
妈，你不是要灭我们江家吗？你来啊！我妈要少一根头发，江家满门陪葬。很好，你现在就来。一个靠出租车出行的人，我真不知道你凭什么跟我们江家抗衡。老东西，你不了解我从不受人之气。来人啊，给我张嘴，找他怎么做人。啊，有事。有多少人有喜上？江家杀鱼，给我废了他！小崽子，让你领受我江家绝学。你是千金武者，你岂配知道我的实力？给我拦住他！谁拦谁死！妈，小龙，小龙，李云水，给我滚开！妈，小龙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没人能把我怎么样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去看过我爸的坟墓了，很荒凉，该你们去陪陪他。小崽子，没有我又没有你妈，你居然想要我死？我给你设计过很多死法，但都在我爸忌日里，否则你已经死了。赶紧给我把江云喊回来，我要他死。我回来给您报仇了，我一定会亲手把江家送下地狱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您说。当年你爸在军中前途无量，为了和你妈在一起，结果我爸是重情重义之人，绝不后悔为我妈的付出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你爸的影子，你打算怎么对付江家？我已有计划，您说，不必担心。如果你娶了小雪，我们林家就能正大光明的出手了。林叔，我不会把林家当妻子的。但是我是真的想把梅雪托付给你啊。我很讨厌她的脾气。她可以改。林总，你找我？我要去谈一个合作，对方很强势，所以我打算带你一起。你敢吗？就目前已知的事情，好像还没有我不敢。好，那到时候你别怂。走吧。哼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厉害了。什么素质啊！车停路中间。那边有个坎，可以绕过去。那么大坎怎么上去啊？我这是轿车，不是飞机。我说能就是能。你开过车吗？你会开车吗？至少不会比你强。行，我看你逞能。要是把我车撞坏了，再搭上自己小命，别怪我没拦你。你不坐上来吗？我怕死，你别搭上我。
林美雪说了，如果我们把那小子收拾了，就跟我们签合同，结果咋了？陆少，久等了。林总，请坐，请坐。林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什么事儿？我怎么感觉你这个保镖像个废物？他挺厉害的。好、啊，是吗？你很厉害，还行。敢和我的保镖过两招吗？我怕把你的保镖打死。妈，还挺狂。小狼，教教他怎么做人吧。来吧，小子，爷送你去医院。你不是挺能的吗？打呀，怕了？原来是他想整我。来吧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放心吧，没死，只是肾脏破裂晕过去了。妈的，老子弄死你！就你这样的也配叫高手？你瞧不起我？李龙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啊，打他呀！让你住手，你干什么？没事，我就是手痒，玩吧。你是疯了吗？敢惹陆家？记得你第一次给我那个晚上吗？记得你第一次给我那个晚上吗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提的，别逼我。当时我制服了一个绑匪，他说是一个叫陆少的人指使。你说什么？我本来想逼问细节，可是你药性发作，抱住我不放，我叫他们滚。我宁愿糟蹋我的那个人是他。好，记住你说的这句。不要后悔。唯一后悔的事就是被你指导，成为我这一生都洗不去的污点。没想到一个保安有如此身手，竟在一招之间重创双狼。爸，这仇你得给我报了，不然林美雪会瞧不起我的。林美雪是看不上你这种废物的，你只有把生米煮成熟饭才行。我派人绑了他，也给他下了药，也是被那小子救了，我能怎么办？看来此人不值，你是得不得林美雪，我们也牵逼不了林家。爸，交给我去办吧。你虽然也是天界，但未必是他之敌。爸，你说的，漂亮才是对付男人最大的武器嘛。行，你去办吧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李龙，你来砸场子啊！赶紧叫人！不要慌，有我在。你叫李龙是吧？是。怎么了？有个人正在跟你妈聊天，喊你回去一趟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敢动我妈，灭你全家！你要知道，你妈的命不是我的命，就是。老板说，他希望尽快见到你。亲爱的，你回来啦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的呀。我妈呢？我让婢女陪阿姨逛街去了。别跟我玩花样。你傻，那也是我妈，我怎么会对她不好呢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没有关系了。对不起嘛，李龙。是我不该说那样的话，我跟你道歉。李龙，去给我把内衣洗了。这种东西你不会自己洗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公主，你让我自己洗内衣裤？你自己不洗，丢洗衣机去。
你到底洗不洗？我没有为女人洗内衣裤的习惯，而且不是你男朋友，不是你姑姑。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你不过是我父王手下的兵，本来就要伺候我，我就问你洗还是不洗？记住，就算天下没有你，绝不会和你一起。李龙，后来我父王也骂了我，说你是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男人，这我才知道错了。算了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。可你是我唯一喜欢的男人，没有人能代替。我不会去回头草原，你走吧。你傻，我可是龙国的公主，我的美貌和财富都无人能及。你不跟我在一起，你休想跟别人在一起。妈，你回来了。爸，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你说些什么？他们对我比你还好，怎么会怎么样？啊，我们走。小龙啊，你有媳妇了，怎么都不跟妈说一下？妈，我哪有媳妇儿？今天那姑娘很漂亮，你真有福气。妈，我和她没关系。她说了，你和她吵架了。小龙啊，男人啊要大度点。好，妈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姑娘我很喜欢，很满意，你可不能再朝三暮四了啊。人家姑娘有心，你赶紧选个良辰吉日，妈可想抱孙子了。好，妈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我爸出事了，说要见你。什么事儿？肺癌，病情恶化。什么？我把地址发给你，赶紧过来。妈，我现在出去一趟啊。爸，爸，你一定得坚持住啊！我大哥，神医来了。孙神医，求求你了，赶紧救救我爸爸！肺癌晚期而已，没事。经过我的治疗，他至少可以续命十年。谢谢孙神医。群真，住手！住手！是谁呀？干什么的？谁让你戴手套？老夫怎么失身还要你来教？李龙，你不要放肆，得罪了孙神医，耽误了我爸病情，我跟你没完。对呀，你想这人是谁呀？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？哦，他是我们公司的保安，一直都没有教养。孙神医不用把他当人看。保安那还那么多字，赶快滚出去。听见没，孙神医喊你出去，等我爸醒了你再进来。赶紧的，出去出去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如果你爸抽搐了，有老夫失真还会抽搐？啊，爸爸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保安居然说中了。把针给我，快把针给他。把针给我，快给他！林小姐，这是拿你爸的生命当儿戏。你真的会治病吗？目前还没有我治不好，还在吹呢。等一下出人命，你就知道了。简直荒谬！病人是肺部疾病，已经在他的咽喉和人中失真，断他呼吸，必死无疑。爸，爸，爸！我就说了，如此失真，他必死无疑。
这个刽子手，我跟你拼了！不要急，等一分钟。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在装什么？梅雪，赶紧报警，把这刽子手抓了！爸，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混蛋？他把你害死了呀，爸！18、60。啊，三清神针！林叔，林明长还死不了。我记得黑白无常把我拉到地府去见阎王，没想到三仙神针还有传承，真是一介万幸。您才是真正的神医啊！你不觉得我草菅人命了？是我无知。好了，林叔，医院这里帮不了什么，我们还是回去休养，我帮你诊治吧。神医留步，我想学三仙神针，你收我为徒啊。三仙神针修不成就残废，你资质不行，不要再想了。李龙，我爸的肺癌真能治好吗？肺癌不难治，难治的是什么？还有比肺癌更难治的？林叔的肺癌是中毒所致。中毒？是的。爸，你中过毒吗？林总，这剧毒在下的本事只能缓，无法解。已经多活十年了，你不寒。你有办法吗？除非我查出什么毒。那你查呀。时间已久，除非我饮下林叔的血也中这毒，才能查清楚。这太危险，不可能。我倒是不怕危险，只是我还有心愿未了，暂时不能冒这个险。林叔，你再熬一熬吧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开个条件吧。开什么条件？帮我爸试毒。试毒很可能非死即残，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。我林家财雄势大，什么都可以帮你。我的事儿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喜欢他？废话，龙帅可是国之英雄，世界传奇，我当然喜欢。你觉得我比他？我呸！你跟他比屁都不是。实话说吧，这辈子我只嫁他，所以啊，你少打我主意。他看不上你的。你嫉妒吧？我走了。好，给你爸把药熬好。爸，那个李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来头，我只知道他很厉害。你跟他怎么认识？你跟他怎么认识？快，别让他们跑！快！哪里来的，回哪里去。惹了江家，横倒沙城，我杀了。谢谢叔叔。我和他爸是故交，不方便插手江家的事情。这卡里有100万，够你母子生活。
说是你救了他们母子？我和他父亲啊是战友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可是他现在都不愿意试图救你。他做什么事啊，你都不应该怀疑。我只希望你能够获得他的好感，以后嫁给他。获得他的好感嫁给他？你是在羞辱我吗？我说的话你怎么不听？别的事情可以，这件事绝对没有商量。你就算是死也不可能嫁给一个保安。这个鬼，哎呀，完了，终于赖上我了。大毛，你可真能装啊！就是，这样的美女，你给她提鞋都不配。李龙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在一起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吃回头草的。可你妈喜欢我，她认我这个儿媳。那你跟我妈结婚去。你放心吧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得到我。是吗？如果我有你的孩子呢？什么？你有我的孩子？自己看吧。这不可能。我明明做错事的，你忘了第一次的事了？你这房间怎么乱糟糟的？那你帮我收拾呗。我可是公主，怎么能帮你收拾房间呢？你不收拾房间，那我就收拾你。不要。你干什么？你个坏蛋，我都没准备好，万一怀孕了怎么办？怀孕就生啊，早上当爸爸了。你自己考虑吧，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，我就把孩子打掉，到时看你妈怎么骂你。我去，龙哥你也太厉害了，这么美的美女你就跟她睡觉了。就是啊龙哥，你太暴殄天物了吧，这么美的美女来找你，你还摆架子。你们看着点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去燕京医院给我查一查雪儿公主有没有去做过检查，情况如何。督军有令，林东南三天之内必死。听说了，他是被一个小保安抢救过了，所以还得你去办，但不要留痕迹，最好让那个保安背锅。是。林东南，你就上路吧。爸。好。爸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感觉好多了。李龙的医术还真是神奇啊。他要是能把你治好，我就算多给他一些股份，我也愿意。他不会要钱的。他会不要钱？我听说啊，北都燕家以10亿请他做保镖。都被他拒绝了。燕家会花这么多钱请保镖？爸，爸你怎么了？爸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爸，吓我。
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你快点，你快点过来，我爸出事了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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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吓我，爸，爸，爸，怎么回事？你混蛋，你害死我爸，我跟你拼了！先让我看看。告诉你，我爸要是死了，我倾家荡产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断肠毒，看来是有人急着想林叔死。那林叔，你就先死一阵吧。你爸没救了，王八蛋！我要杀了你！我怀疑昨晚有人在药里下了毒。看见了没？这药材被人动过手脚。胡说八道！药铺又不知道病人是谁，凭什么下药害我爸？你这个智商理解不了，歹徒可以潜入进来下毒。你乱开药还怪别人？我懒得和你解释，好好准备你爸的丧事。立马给我调定宁未来龙城。美萱啊，节哀。二叔，走吧，公司还那么多事儿处理，不能摆烂了。这都是你爸的心血。林叔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这是在哪？我走了。又是下毒？很可能还是十年前下毒的人干的。为什么之前不救我，非要到冯梦娘来救？那个人竟然非要林叔你死，如果你不死，他会不死不休。我想，干脆让林叔你先死一阵子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。你是想引蛇出洞吗？所以林叔，你还得以死人的身份存在，暂时不能露面。我倒没关系，只担心小雪，她孤苦无依一个人。林叔，这个您放心，我会帮您看着她的。那我现在去哪？我有安排。杀神见过长官。杀神？你就是龙国赞部四大战神的杀神？是。小龙啊，他
怎么跟你叫大帅啊？难不成是林叔？他呀是觉得我太帅，所以呢开玩笑叫我大帅。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在外面不要乱喊，让人误会，叫我龙哥就行。是大龙哥。林叔，你呢先住这吧，林总的安全就交给你。是。明天我安排股东逼宫，从林美雪手里拿到控制权。是的，首领。我爸走了，接下来集团的事儿都由我来接管，还希望各位叔叔伯伯多多帮衬。林总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请讲。你也只是做过云顶云城分公司的总裁，如果接任集团董事长，恐怕不合适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二叔一直辅助你爸，由他来接任，对公司发展会更好。我会继续让二叔辅助我。可你毕竟是女流之辈，不过二十年纪，还很稚嫩。怎么都不适合做公司的龙头。强总说的对，我支持强总的提议。岂有此理！林总怎么说也是董事长的女儿，我们理应辅助，怎么能过河拆桥呢？你干什么？回林总，他情绪激动，影响会议，我先将他带出去。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林总，他可是保护公司安全的人，怎么能把他拿下呢？可见你真不适合接任董事长，还请林董事接任。这不好吧？请林董事千万不要推辞。就是就是。林雪，你看。二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不合规。这不大家的意思，众望所归嘛。先生，干什么呢？我要找林总。林总现在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不能打扰。很重要的会议。那我负责安保就更应该进场。退出去，否则不客气。你不客气下试试？是就是。林总，别纠结了，签个字吧。我要是不签呢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林总，签了字，我保林总平安无事；如果不签，恐怕今天林总话我只能出来了。二叔，这都是你的意思，对吧？没事啊，我也是为您家好，你的命格。担不起董事长这样的重任。我爸临走的时候，你还跟他保证说肯定会好好帮我。那是我跟你爸的承诺，他现在都死了，承诺也跟着死了。别耽误时间了，林总，签字吧。签吧，签吧，赶紧签，赶紧签。不要签！你谁呀、啊？回林的话，我是公司保安李龙。混账！一个保安，谁让你闯会议室的？滚出去！你敢哄我？怎么？很意外，没见过保安打人吗？妈的，你们是瞎吗？他打我呀！你想瞎是不是？都别动！有胆儿，有本事，
以后跟着我吧，我给你开3倍工资，怎样？你不如自杀，我送你一口棺材。年轻人，不要不识抬举。我就不识这个抬举，有什么招你使出来？都听好，我不想在这里杀，让咬人的狗腿子都滚出去。咱们关起门来，好好开这个。赶紧，都出去，都出去！这他妈是合同吗？这他妈是抢！来吧，我这份合同更好，都签字吧。都签字吧。什么？除了谢本忠，其余人的股份无偿让给林美雪？怎么？你有意见？你一个保安来做公司的主，谁给你的你啊？我不知道谁给我的脸，我只知道谁不给我脸，我打谁。你这是在犯法！你忘记你先抢人股份了？签字。朱队长，你来了。谁闹事啊？就是他，挟持股东，逼我们出让股份。光天化日之下这么猖狂，给我上！你抓我，要想好后果。我抓一个保安，想要后果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跟你。碧龙，你很嚣张嘛？多少有那么一点吧。很好，今天就让你嚣张个够！来来来来，走，出去。三哥干什么的？我找赵德天。放肆！局长的名字也是随便叫的？是谁叫我名字啊？你就是赵德天。我是，你是？啊，杀神大人！他说我不能叫你名字。能，混账！你不想活了？你敢得罪杀神大人？对不起，大人，是我眼瞎。杀神大人，你驾临彼处，以后有何指示啊？你抓了我的上司。您上司是谁啊？龙帅。到老地方了。是龙就给个盘子，是虎就他们给我趴着。来，住手！局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赶紧放开他！局长，他可是得罪了林老板。混账！老子让你放开他！城管，我来帮您打开。钥匙呢？快，钥匙！怎么，这手铐是能随便带随便取的？啊、对不起，长官，是我下面的人不懂事，我可向你赔罪。赔罪？你赔得起吗？局长，你看他是这次真狂啊！他是龙帅，你竟如此无礼！他是龙帅，我身上挺痒的，来，继续拿鞭子抽我。龙帅，对不起，饶命啊！我想饶你，但你还是得死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姓赵的，你自己看看里面的东西吧。畜生！你竟然跟林陆成勾结，谋害林家！来，给我拿下！乖侄女，签了吧。我不可能签的。你毕竟是我林家血脉，好歹你也喊我一声叔叔。你非得让我把你杀了吗？就是，你的保安已经被抓走了，你还有什么指望的？赶紧签吧！谁说我被抓走了？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来送你们去监狱。怎么，还在逼林总签这份合同？小子，你是真不知道怎么死的吧你？我怎么死？不如你们先看看这个。小子，
你怎么知道这个？主要是我想知道的，全世界就没有秘密。小子，你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东西，今天你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来人呐，杀了他！你想杀谁呢？你想杀谁呢？宋局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都给我抓起来！我赵局，闹事的是他呀！带走，先走吧。好，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一个朋友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，这下你不用担心了。好吧，这次算你帮了我一个忙。但是我爸的事儿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原不原谅我不重要，重要的事儿你还得留在我身边。为什么？我怀疑你二叔只是一枚棋子，后面还有黑手，你需要我的贴身保护。好，你可以留在我身边，但是你最好规矩一点。出来了，爷，睡那间房。我得跟你睡。你做梦。自己看吧。如果你想死或者被糟蹋，那我就不管。你今晚可以睡房间，但是你不能碰我。放心吧，这。那男的怎么不在？现在就把女的先绑走。需要我帮忙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跑什么？来都来了，多玩玩呗。你想怎样？两个问题：一，谁要你来的？二，来干什么？知道太多，对你没好处。看来我是对你过于客气了。说，我可是督军的人。龙城督军？是。目的？杀你，绑架林梅雪。很好。你先睡吧，我把他们送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一个死了，一个还活着，先关起来倒是有用。还有，查一下龙城督军什么来历。是，龙帅。啊！你干嘛？我没干嘛，你压着我了。还别说，你皮肤还挺光滑。无耻！林总，早上好啊。有事吗？听说林伯父最近不测，你独自掌着公司，肯定有很多事情进展不顺。你个废物能帮什么忙？小子，你活够了吧？居然骂我是废物！我说句实话，你生什么气啊？严军，是，教教他做人吧。住手！林总，你不是很讨厌这小子吗？我爸特地从西域给我一请回来的高手，我帮你打死他。我的事儿以后不用你管。我必须得管啊。你是我喜欢的人，我怎么能让一只癞蛤蟆跟着你？你自己才是那个癞蛤蟆吧？林梅雪，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啊，我喜欢他。林梅雪，你疯了吧？你喜欢一个保安？你管我呢？来，亲爱的，听我一个。好。
林美雪，你好，你会后悔的。够了。怎么，突然就喜欢我了？你做梦吧，我刚才只是为了气那个垃圾。你的吻技很好，让我感到了些许的愉悦。无耻，你说谁无耻？你说谁无耻？你是谁？你惹不起的人，自己滚！你敢触怒我？田煞，给我掌嘴！是，滚出去！李龙，我才是你老婆，你竟然帮这个不想干的女人！我做事不必向你解释。我就问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管不管？孩子我会管，但我们不。哼，他是谁啊？你有孩子了？和你没关系。嘿，李龙，你把我逼急了，会杀你的。他可是万军龙帅，能杀吗？他不能杀，那就杀他喜欢的。见过龙帅。在外面随便你。是。查了吗？我查了燕京医院的监控和就诊记录，公主确实去那检查过身体，结果是有身孕。难道真正那一次就怀上了？李龙就是个王八蛋，说现在有危险还有事情离开。不要动，开车按我说的方向走。敲门。走。是你？是你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猜我要干什么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下午自己喊我滚的，忘记了？当然，这还好。最让我难忍的是，你居然抢我的男人！你别乱说，我跟李龙没关系。哼，你跟他有没有关系？这不重要，他护着你，你就必须得死。我是云岭集团的总裁，你杀了我，徐府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认识吗？飞凤令，你是公主。很好，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，可以去死。即使你是公主，你也不能随便杀人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这么随便。谁敢？谁敢？赶紧救我！李龙，你别逼我！我想你知道我杀人的本质，也知道杀我的后果。我希望不要再有下次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人。普通人？那公主为什么会喜欢你，还对你有所畏惧？我曾是她的侍卫。她会喜欢一个侍卫？不是每个女人都像你一样势利的。如果不是你害死了我爸，我也不会这么讨厌你。我不想和你见面。睡觉吧。敢问一夜公子
今日从北都赶来，有何急事？听说雨涵重病卧床，有人能治却不治。是的，有个李家的孽种，能治雨涵的病，可怕的怎么也能治。他不治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几条命。雨涵呢？带我去看看。你跟我去。雨涵，雨涵，你怎样了？我说了，我不想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，你不要管我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可我喜欢别人。谁？就是那个不愿意为我治病的人。什么？你喜欢他？他连病都不愿意给你治，你喜欢他什么？他不给我治病是江家的错，跟他没关系。黄德，去给我把那小子给我带过来。是。我撒泡尿去，你看一会儿。谁呀、啊？大半夜的。李龙在哪儿？李龙在哪儿？他白白，把他喊来，我叫不动呀。他是宁总身边的红人，那就给林总打电话，我公司死人呢。好，喂，什么？谁死了？喂，喂，出什么事了？保安刚才来电话说公司死人了，打过电话去问，他们又不接。走吧，去看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演戏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演戏吗？演戏？现在还觉得是演戏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如果我不走呢？我一句话，连你在内，对你要留下四条人命。李鹏，我求你了，你跟着去吧。我老婆过两天就要生孩子了。行，我跟你去。李龙，怎么担心我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是云锦集团的总裁，要是敢开枪我就报警。没事，你报吧。走，放心吧。李龙，你们两个被开除了。公子，人带来了。也不过如此吧，雨涵居然会看得上你。直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听说你能治雨涵的病，你不愿意啊？是的。如果我现在要你治呢？没人能逼我。啊，这么狂，你可知我是谁？我不管你是谁，都一样。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？让他尝试一下我燕王府的手段。你叫燕北风是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北都燕家，北风为将，你所带之人乃是军师，你自然就是燕北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也不配知道。不如我叫个人来，让你认识一下。你倒是喊啊，你还能喊出什么人来镇住我啊？我不知道，也许吧。行，老子就看着你喊，你还能把大帝喊来不成？你到江家来一趟。公子，他能报警吗？废话，老子怕他报警不成。快点，来不及了。
都不许动！都不许动！放肆！竟敢枪死公子，不想活了？然后你说话了吗？给我蹲下，爆头！你把枪放下，狂刀！你要抓我们？你们持械绑架，不该抓吗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！啊，燕王府，你要抓我？不，请大人饶命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自己掌嘴滚！是，我眼瞎！王队长，你不能不管了呀！你想怎么管啊？有什么事冲我？我要吓唬一个女人。你女人啊？是又如何？长得倒是不错，或许我们之间可以有一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什么交易？让你女人跟我睡一晚，我就饶了你。她看不上你，是吗？跟着我，我保你荣华富贵。我只喜欢我老公，其他男人都是狗屎。我让你三更死，你就活不到明天，你知道吗？别怕，有我在。有你啊？就你喊来的那几个破巡捕，都已经吓破胆，屁滚尿流了，你还有这自信呢？你错了。巡捕不是我喊来的，我喊的人还没到，不过也快了。行，再等等。不用等了。见过。兄弟之间，不要客气。燕北方，你要杀我兄弟？他是你杀身兄弟？跪下给我兄弟和嫂子道歉，这事儿我当没发生过。燕府也算王侯，你我算平级，你让我下跪，别太过分了。我不了，那他了。王玄令。龙帅之令，如地清平，上斩昏官，下斩公。想我杀你吗？给我跪下！我们是好人，不用跪。龙兄弟，怎么处置？让他们自打一百耳光，我回北都去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佛玄，公子，煞神是什么人呢？当年敌国入侵，连攻十城无人可敌，一人称龙帅，率四大战神，分别是修罗、白凤、影子、杀神，连攻敌军十城，如今无人可敌。你说煞神是什么人啊？他李龙为什么认识杀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能奉劝你最好别忍了，否则你会连骨头渣子都不是。啊！狂刀，我们走。公子，那你恨一摊的婚事，你觉得我会娶一个摊子吗？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怎么了？你居然认识杀神，还跟他是朋友？这有什么？我之前不是做过公主护卫吗？都在地宫上班，自然就认识了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你知道我喜欢龙帅，那你能不能跟杀神说说情，让我见见他？你不是说喜欢我，想做我老婆吗？你这么朝三暮四，不好。你傻不傻？我只是想亲眼北风，跟你演戏的，你也当真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啊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你可以试图救我爸的，但是你没有，你还夺走了我的第一次。我恨你。那既然第一次都给了，要不再给一次？不跟你匹了，真的，能不能帮帮我？哪怕只见龙帅一面，我都死而无憾了。我求求你了。好好好，我帮你。谢谢。喂，林总。王总，找我有事儿。李龙，关雷锋，我拜托你帮忙的事儿搞定了吗？拜托我的事儿？
不让你找夏真帮忙，因为龙帅的事儿啊。哦，这个呀。怎么，他不愿意帮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忘了。我要帮肯定行，可是你是不是应该有点本事？要是。好，你要多少钱？我不要钱。那你要什么？这办公室环境挺好。我要你亲我。你想你，你身子都给我了，再不亲这一下，反正你不满足我，我也不帮你。行，你要求这么一次，来吧。那好了，行，这个我帮你，三天之内，我让那个什么龙帅见。真的吗？放心吧，我一句话可以当九个零工。走吧。龙帅，明天晚上给我在龙城最豪华的酒店，黑掉喝酒。是。怎么样？跟你朋友说了吗？真的吗？龙帅答应接我了。明天晚上他会来龙城。到时候我再给你们见面的地方。真的吗？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明天晚上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玉莲儿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跟你聊聊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你爸突然觉得他很对不住你，想接你回江家弥补你。他那么恨我，觉得我对不起江家，给江家丢脸了，杀我丈夫，嫌我儿子，他会觉得对不起我。哎，你爸老了，妈也劝他很多，他终于知道错了。毕竟是一家人，血溶于水呀，你就别给他计较了。可我的丈夫不能白死啊！妈妈天天想你，现在有机会相聚，你连妈都不要了吗？妈，好，我给你怀去。什么？等我到外婆家来。行，行。你这个李家的孽种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有事儿，关你屁事。可是江家不欢迎你这个孽种，你滚！北斗，放肆！你怎么用这种语气跟阿龙说话啊？你怎么能帮这个孽种啊？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阿龙说话呢？阿龙，赶快进去，妈妈和你外婆都在家里等着你呢。阿龙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来。妈，怎么回事？你过来。妈跟你说什么？何姐，妈担心这样斗来斗去对你不好，而且你做老大白说了，都白说了吗？阿龙，是我们江家不对，只要你肯原谅我们，我一定会给你母子补偿。你是知道捏不住我，怕了吧？我说过等我爸忌日那天要让江家全体绝不食言。谁在狂？江云，你回来了。这谁呀？竟敢在我江家如此猖狂！大姐的儿子，
我大姐就是那个跟着野男人私奔，把我江家脸都丢尽的贱人。我们今天是来讲和的。讲和？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讲和？什么？你说他跟杀神是朋友？杀神手上还有龙帅命，连连夜公主都在，我们肯定是斗不过他，得赶紧求和。爸，你小看我了。什么意思？这几年在国外打拼，略有手腕，结交了各国政要，征得大帝赏识，你准备封我为帅，并且准备把雪儿公主许配给我。我不只是大帅，还是驸马，区区一个杀神就算是龙帅又能如何啊？真的吗？这种事岂敢乱说啊。听说雪儿公主也在龙城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真是太好了。我前几天打你电话，无法接通，你在江家无法跟女佣抗衡，都准备委曲求全了。你看我怎么灭了他。你说你跟杀神是朋友？说你跟杀神是朋友？是的话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把他叫来，我看看他几斤几两。很好，那我叫他来见见你。江音回来了，过来回答。行，我马上部署。孽障，仗着自己有点背景，想灭了我们江家，今天就杀了他，天地难容。不急，跟杀神来了，一起上路。爸，小弟都是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住嘴！身在妄想，举不起副四通，令我江家蒙羞，我没你这个姐姐。谁要见我？谁要找我？我又如何啊？怎么风帅了，神气了？你既知我风帅，你不过去票，见我为何不拜？这天下我只拜两人，一为大帝，二为龙帅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吴长官，给我拉下！谁敢动？你以为你是龙帅的人我就不敢动？你大概不知道，大帝欲招我为驸马，就算是龙帅在这也得拜。给我拿下！既逼我大开杀戒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大胆，竟敢杀我护卫！你能拿我怎样？我能不能拿你怎么样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喂，公主。到楼下，哎，马上下来！你们俩死定了！公主，请进。哎，李龙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怎么，公主，您认识他？废话，我老公，我能不认识吗？你老公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。大帝已经答应过把你许配给我了。什么？许给你？什么？许给你？你也配？什么？你不收自己驸马吗？人家压根看不上你。这是大帝所言，岂是你能质疑的？江英，你别做梦了，我挺喜欢你的。此人犯我江家，今日必杀！你敢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至尊剑，先斩后奏。好大的威风啊！来凤，你来干什么？杀神哥哥让我来凑个热闹。怎么？你要帮他？是的。你是眼瞎吗？没看见我手上的至尊剑吗？那我也给你看，要不？你怎么会有这些？法官，
你以为我们白凤为什么会开生意？等你落网了。江一，你奉命外交，不为报国，反而以权谋私，危害国家利益。自己说吧，怎么办？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。不要动，否则我杀了他。杀！你很嚣张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只要你肯放过我，我国王有很多钱，几十亿，我全部给你。你以为你可以被钱收买？谁都可以。龙帅，怎么处理？杀！你是龙帅？怕什么？反正你又没把我放眼里。阿龙，求求你，放了江英吧，他毕竟是你姚舅啊。刚才是谁说的？我李某人不配。恕我眼瞎，恕我眼瞎。杀！是。别怕，我今天不会杀你。我说要等我爸祭你。爸，我们走。阿龙啊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妈，我的事儿不方便说，反正啊，以后没人再敢欺负您了。妈，你上班去吧，我走了。嗯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，慢一点啊。李龙是吧？是，怎么了？我们老板想找你聊聊。你们老板谁啊？你去就知道了。如果我不去呢？怎么，你怕了？你要这么说，我还非得去了。请吧。报告长官，人来了。请坐。阁下找我何事啊？如果找你做事，月薪或者年薪多少？找你做什么事？保护我的人身安全。这世界厉害的人这么多，我知道你是灵媒学的保镖。你问林家是对的。何以见得？很简单，你把林梅雪的保镖挖走，就是让他的安全有机可乘。厉害厉害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。拿个价。我能问问你和林家有什么仇吗？这个不是你该问的。那就是我们不能合作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什么酒都不吃。出来吧，一句话。走，啊！不要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妈的！他妈的！长得漂亮不就是让他玩的吗？别玩了！现在这世道，谁他妈敢多管闲事儿？放开他！哟，小子，你还管闲事？你说对了。你知道哥们是谁吗？是谁都给我自己滚，别等我回去。妈的，老子干死你！啊，来啊，啊，削我！大哥，大哥饶命，大哥饶命！自断一手，滚！啊，不愿意是吧？我来帮你。啊！谢谢，谢谢哥哥救我。你裙子都破了，带你换衣服去。
来，去换上吧。谢谢哥哥。哥哥，你眼光真好，买的裙子真好看。是你长得好看。那哥哥喜欢吗？还是先说说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我爸喜欢打牌，欠了赌债，所以那些人就要抓我去卖了。我爸真不是。是的，像哥哥这样有责任心的男人很少了。行了，衣服也换好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哥哥，我不能回家。为什么？我爸欠了赌债，我没有替他还上债，他会打死我的。那怎么办？哥哥，你能收留我吗？收留？我觉得跟着哥哥你，我才有安全感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肯收留我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，哪怕……哪怕什么？哪怕你要了我。这个那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哥哥，你还考虑什么呀？那些男人都说我漂亮，想占有我，可我只想给哥哥你这样的男人。冷静点。怎么，哥哥是觉得我不够漂亮吗？你先休息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你帮我约的龙帅呢？你不会忘了吧？没忘，没忘，约好了。真的？在哪儿见面啊？尊龙大酒店001号房。酒店？为什么在酒店啊？可能龙帅觉得你这么喜欢他，想为你牺牲一次呗。不可能，龙帅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不可能像你这么猥琐。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说了什么时间吗？龙帅很忙，只能抽晚上9点的时间。行，那我准时过去。哎，什么事啊？我得和你说一下。什么？如果你和龙帅亲热了，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谁要跟你有以后啊？喂，报告龙帅，已查到你昨晚所发相片女子的身份。是谁？叫陆飞燕，是龙城四大家族的陆家千金，是陆家拥有天阶功力的天才少女。哦，是她？需要我出手吗？不用，我亲自解决。嗯，你龙哥哥，你来啦。怎么样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嗯，还好。就是一个人有些怕怕。需要我陪你吗？当然需要，可是哥哥你又不愿意。我昨晚想了想，不愿意。真的吗，哥哥？你愿意带我回家？是的。哥哥真好。嗯怎么，你狠起来连自己都杀呀？你早有防备。陆大小姐，你的眼力在我面前还差一点。我哪儿露出破绽了？其一，你细皮嫩肉、面容娇贵，根本不像是一个有赌徒父亲的苦命之人。其二，你太想睡我，表现得过于明显。其三，玩卧底，我本身就是王者。既然你看出来了，我就不和你装了。你帮林家，必死。所以，那个在茶楼收买我的面具人和你们是一伙。背后还有你无法想象的恐怖势力，臣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把牛逼吹这么大，
你杀了我得了。那你就去死吧！啊啊啊！你想杀我？你想杀我？你想怎样？告诉我，你们为什么要对付林家？不知道，这是我爸跟您东南的恩怨。那你们有些什么计划？你总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敢惹我，你信不信我喊20个男人过来？我爸想杀了您东南以后，让我哥娶林美雪，吞并你东南的公司。很好，那个面具人什么来头？他们是黑龙门的。胡桑，黑龙门？是。他们汉语很标准。黑龙门在很早以前就抓了龙国的小孩进行杀手训练，他们很多都是纯正的龙国人。好吧，陆家为何和黑龙门勾结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你不知道，我自己去查。过来，带个人走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你关起来，慢慢玩你。你去死！龙帅，把他带走，还有查查陆家什么背景。对了，龙帅，你让我查的龙城督军的来历已经查清楚了。什么来历？他叫张中州，是陆家家主张震天的姐夫。这么说来，其实是张中州和黑龙门勾结，想灭林家。什么？张中州和黑龙门勾结？这是卖国啊！想当初我们在战场老是有情报泄露，现在可以从这里撕开缺口。这老虎你，污蔑他天理难容。行了，你去办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林美雪，能不能过这一关，就看你造化了。我一定要打扮漂亮，让龙帅对我一见钟情。杜静，林美雪出现了，身边没有那个保镖。哇，我的心跳的不行了，马上就要见到龙帅了。龙帅，你就是李明雪？嗯，是的。进来吧。龙帅，你一个人住吗？怎么，你还需要人侍候？不需要。坐吧。听说你托朋友来找我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英雄事迹，对你特别崇拜。其实你也很漂亮。是吗？你确实让我有心动的感觉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说了，我从不骗你，所以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女人。啊，龙帅，你在 说什么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不知道。其实喜欢我的女人很多，但是呢，我也多年不曾心动，
我一直以为我属于战城，属于国家，但是刚才见到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还可以属于一个女人。过来，给我敬礼。啊，不，我还是就坐这里吧。你知道，我不喜欢忤逆我的人。龙帅，我是很尊敬你，也想过和你在一起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可是什么？可是我现在一点都没有做好准备。做好什么准备？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，就是爱情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龙帅对我表白，愿意娶我，我为什么不答应啊？听说你还在卧室里挂了很多我的画像。啊，是啊。那个保安还说，你发誓非我不嫁。怎么什么都说？我是这么想过。既然你也这么想过，我也对你有意思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我没犹豫。好，那你做我的神仙眷侣吧。如果你和龙帅亲热了，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你又怎么了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哎，你看什么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有喜欢的人了？谁呀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你该不会是喜欢那个保安了吧？保安怎么了？我觉得他很好。看来他还是没让我失望，并不是一个爱慕虚荣和冷血的人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与我做神仙眷侣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你找你的幸福去吧。谢龙帅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。也希望你能和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找到真正的幸福。谢龙帅，那我先走了。站住！站住！